生什么事？你们到了。爸，还差一个。还差谁？差少个。马上，你看，全到了。哦，我打败我的睡魔。真的吗？了不起。好，现在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三个问题啊，每一组找一个人做这个 sample 嘛，对不对哈？好，你们这一组，来开始。现在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，让那个 A 啊去说，说完了 B 说 ，B 说完 C 说 ，C 说完了以后大家说，就是刚才他们 B 跟 C 讲的过程里面有没有符合那个 A 的意见，好不好？好 ，A， 你们谁说？我啊，说，就是我。就是我修商学院的课，管理学院的课，然后我们有一个报告，然后就是明天要交，今天要交，然后昨天晚上我打给一个负责做 PPT 跟上台报告的那个人，然后我其实礼拜六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讲过说，老师在网络上放一些问题，那请他把那些问题放到 PPT 上面，那我们上台报告的时候就有问题给你看就可以讲，那后来我昨天晚上因为怕他忘记。然后我打电话给他，然后我跟他讲说，那个可不可以请你就是记得要放那个问题上去，那不然明天没办法讲。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他就用那种很不耐烦的语气，就是说我现在很累很烦，因为他们好像要做一个 Christmas party 的装饰还是什么的。然后他跟我讲说我很累很烦，你可不可以要一直提醒我？我已经听得很烦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讲？然后。我昨天晚上，然后后来就，他还跟我讲说他连 PPT 都还没做，然后我就，哦，那我听到这口气我就很不高兴，我就说，那你要记得做，拜拜，挂了，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讲再见，然后就挂了，然后后来就我就等到12点多，我就看到他的 PPT 拿来，但是没有很精美，因为他做的很慢，他说他很慢才做。那但是我记得他这个人，在上一次人家要 PPT 报告的时候，他是跟人家讲说，我11点要睡觉，你11点前要把 PPT 给我。那我就觉得这个人的标准很不一样，人家要等到他12点，他才把东西给我。那他自己要求别人是要求11点以前要给他东西，他要报告。那我觉得就是听到这种，我就觉得心情不好。好 ，B。你们的 B 是谁？刚刚没做嘛？B 啊，那就刚才听他那些话里面，我们有三样东西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东西就是哪些东西是不能讨论的？8号里面，对啊，请说。他还有就是漏讲一个习惯，就是他觉得这女生的做法他不能同意，就是他有时候会感到愤怒，或者是觉得说他怎么就是这样。所以现在等，我们先确定一下，你 A 打电话给的那个对象是一个女性，对不对？是没有交代嘛，对不对？那 B 就给他交代清楚了。那请问这是 B 的工作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 A 发生了很大的错误，那 B 帮他补足。对，可以帮他补足，因为他已经在原来的场地听过这样的叙述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帮他补足，所以 A 应该对 B 说谢谢。好，继续。就反正就是他们那一组，但是他后来又来了，反正，反正什么意思？反正就这样。不，反正要明确一点，什么意思？你认为什么意思？反正，我跟你讲，这很难说啊，说不清楚啊，反正说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反正什么意思？那什么叫总而言之？好，第二个我们放在这里 ，able game 嘛，对不对啊 ？able game 啊，继续。那下面讲话就很小心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最后场地两个了，来继续。他就是对那女生就有一些看法，就是觉得说他这样做可能不太好，对。真的，他很火的，他很火的，所以他对那个女生他有愤怒。没有，我对他先前，我对他没有愤怒。
有吧？有，但是因为这件事啊，先前就有的，前面是就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导演，他要人家十一人给他嘛，那么你已经记到这个例子嘛，所以你认为他是应该是一个 example， 就是一个什么范例嘛，对不对？你既然要求人家十一人要给我，那表示这个人应该是言行独立的人，所以你对他有这个期望。哦，对，对不对？因为后来你 confirm 了，他没有达到他自己所要求的那个期望，所以你对他的行为有愤怒，对不对？那你的愤怒是因为他没有做到这件事，愤怒。然后他对你的要求，他跟你的对话里面让你觉得愤怒，所以两个愤怒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分析就看到了，这就是《全盘不论》里面后来用那个描写法出来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。对，但是他们的组员就是对那女生的作为，就是觉得说就很像事不关己这样，就是也没有对他表现出不满或者是其他感觉之类的。对，然后我们认为这是他存而不论的地方。存了哪一个部分是存而不论？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自己如果提出这女生就是让他不满的地方，然后可能其他组员会觉得说这就很不以为然。我补充，我自己就是自清，因为我是组长，我如果我是组员的话，我就会讲。问题我现在是一个组长，我组长我不希望我的组员里面有吵架。是，我的身份不一样，我可能会做不一样的事情。就是我在解释说为什么我没有要去讲这件事情的原因。好，还有没有？好的，心，你觉得你的 B 对 A 有没有了解清楚、诠释清楚？觉得他说的还蛮正确的、啊，因为我也是这样想。一家人啊，家人啊，就没有办法了。现在我们各位，你们自己看，听到他这个故事以后，你们的想法是，你们要怎么说？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有什么要澄清，或者要说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们听到他这个故事，好，我们先问第一个，你们认为他有什么要讲不清楚的？所以你的意思说，A 讲的时候背景没有交代清楚，对对，有一些，因为他现在向你们诉说嘛，他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，他可能需要，那各位都了解，我们现在聊天的时候，背景可以后来补充，对，因为听不懂嘛，那你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你就会跟他讲，可是你向大众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可能想把背景讲，比如说我有修气管系的一门课。那这门课老师有说分组做讨论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分了几个组，那是我担任某一个小组的小组长，我要负责收集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把这个背景讲清楚，讲清楚以后，所以我们这个女同学就负责要做 PPT， 对不对？她要负责做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报告？礼拜三要报告了，礼拜三报告，今天要报告，所以最晚明天啊，昨天应该给我们，对不对？给我们这个，那可是到了几点钟？我仍然没有说，你看那个整个过程就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没有交代，结果呢，然后呢又要说我们这组有多少人。如果你要更详细说我们这组有多少人，那这负责这个 PPT 是一个女生，她曾经做了一件事，所以我对她有一个期望，结果她出来这件事情就让我很失望，对不对？你看每一个过程就清楚，那就等于说什么，在第二点里面我们没有挖掘什么的，我们只在也不做真筛，我们就很平铺的把它叙出来，这样理解吧。好，第二组谁是 A，B 呢 ？C， 好，来开始。所以你现在了解做法了哈。好，来。我讲一整，啊，没问题。他讲四分，我要你们的例子是昨天嘛？昨天我没有限制你们说一个事件或者 events， 对不对 ？event 或 events 都可以。因为我六日去金门玩，六日去金门玩，对，你们六日跟我吃一次，对不对？
啊，我们六日跟你一样啊，六日去金门，大家了解啦，所以开始有一个概念了哈。好，然后因为只有两天的行程，所以两天都很着急，然后都因为只有两天的行程，所以就是两天都很满，然后每一天都要很着急，然后就早起，对，早起，然后就是都很晚回就是民宿，然后所以礼拜一回来，礼拜一晚上要上课就很累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因为第一节课，然后又很冷，然后就想说，就是因为头那时候起床就觉得头很痛，然后就没有去上课，因为我觉得这么累去上课就是也没有用，对，然后我就全程没有去，然后后来就是，但是我来上就是10点课，然后是我上定福林导师的知识课，然后我一进教室的时候我就看到，就是我跟老师穿同样色系的衣，对，就是我穿蓝色的大衣，然后那个酒红色的围巾，然后老师也是一样，然后就觉得很好笑，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就上了美学，然后因为早上睡比较晚，所以其实后来精神都蛮好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上了美学之后就觉得好像是这样，对，可是下课就醒来了，对，然后之后就要去医学大楼那边止伤，然后我因为比较就是美学提早下课，所以我就很准时到那边，然后我还想说哦今天好准时，就是不用让学姐等，然后结果去的时候发现那个门是锁住的，然后我就想说奇怪怎么没有人，然后后来我就要拿就是要拿手机，然后就看到学姐传简讯跟我说哦她突然有事就取消，对，然后后来我就去图书馆等我同学一起下课，因为我晚上要去买那个就是交换礼物，圣诞节的交换礼物，对，然后就是等我朋友下课之后我就去西门町就是挑礼物，然后就因为就很龟毛，因为我就觉得如果就随便买礼物，然后要是我是那个我不会设想，对，如果我是收到的人，我可能会很失望，所以我就挑了很久，就是挑到大概快9点10点吧，然后才回家，然后回家都已经10点多，对。好，来 B。我们就是刚刚有讨论到，有讨论到就是那个除了不论然后描述行程之下，就我们把那个他去金门玩，然后没有去上学，然后去挑礼物，然后11点多到家，然后送同学到当中指向性。然后描述性就比如说哦头好痛，然后就是继续在家里睡觉，然后还有去上学啊，然后去咨商什么的，然后去做礼物，因为他没有讲到是他就是他们就是两他们有分两个礼物，然后一个礼物是属于就是一个礼物是50到100块之内的，然后另外一个礼物是华丽。然后华丽呢，华丽风呢，他就是拿一面镜子，然后下面镶钻，然后呢就是做了一个镶钻的那个镜子，所以他就做礼物。然后我把这个做礼物呢归类为描述性的东西。纯而不论呢是那个，因为就是上课的时候上那个进教室的时候看到老师衣着跟他一样，所以呢他觉得很压抑很妙，我那时候也觉得很难去解释这种行为，就是一样的大衣，然后一样的围巾，是很恐怖。很可怕的事情，然后加上就是上美学，就是本来上课精神状态很好，可是突如其来就是可能就是有精神突然变混沌，可是下课之后精神非常的好，就是也很难去解释，可是他并没有睡着。阿西，因为我们刚刚做的这件事是我们两个又在商量过，所以我看法是跟他一样。就是因为有些归类，他刚刚就是可能放在纯而不论，然后我就是觉得说应该会是描述性，所以我刚刚就是稍微讨论一下，然后再重新再定义一下，因为刚刚我们在讲纯而不论到底是什么，论学也就有帮我们澄清一下，他说可能是比如说你对那件事情的想法，然后我们不会说出来，因为我不想要让就是案组可能就是有一些改变什么的，然后我们就先放到纯而不论，就是不要讲出来。好，那其他同学，你们有没有对他们这一组有没有想法？怎么样？好，现在我们来问啊。第一个，请问在座各位，刚才他讲的这个昨天这个故事里面有几个事件？第一个是起不来，对。第二个，金门晚上是前天的事情，我们只讲昨天的事情，昨天的 events
一个事情是起不来，对不对？起不来，头很痛，是因为头很痛，起不来，他是因为起不来，头很痛。这第一件事情嘛，第二件事情就翘课，对不对？第一节、第二节没上，然后第三件事情跟弟兄女撞衫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撞衫。第四件事情是什么？不是下午啊，没学啊，精神很好，却睡着了。没有睡着，就很累，就好累，莫名其妙的累，气愤。第五件事情，智商，对不对？第六件事情，图书馆，等同学嘛。你看我们做这么细哈。第七件事情，买礼物，对不对？那礼物有很多过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有七个事件，就是七个一门事，对不对？这里面有没有共通性？啊，第一个主体都同一个人，啊，对不对？即使别人都是以他为主来叙述嘛，他和丁修女撞衫，他上美学很累，对不对？他去挑跟同学去挑礼物，但是要什么华丽。对，还有两个嘛，对不对？这一个，他等同学，第一个，第二有没有共同的？主体相同。那第二呢？有没有？你看哦，第一个事件是很累，第二个事情是撞衫，第三个事又很累，对不对？那第四个事情呢？在图书馆嘛，等同学嘛，哈。对不对？那第五个是什么？大家有翘课啊？翘第二个事情是翘课嘛？第一个事情是都很痛，没有起来，起不来嘛，在睡嘛。第二个事情是翘课嘛？第三撞衫嘛？第四个是上美学嘛？很累嘛？那第五等同学嘛？智商嘛啊，智商嘛。好，那第一个理由，他里面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们一个一个时间问啊。第一个时间。很累，他碰到一个什么价值观？有没有一个价值观在里面？他做了一个判断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事情对或者不对，我们能不能说？我们不能说，因为按照指向意向性的话，跟描写法的话，那我们把写法的往往挂号里面，对不对？因为要讨论这个价值，可能有些人同意他的想法，那么累去上课干嘛？对不对？那么累去上课，上课也没有什么效果，对不对？哎，好像有道理啊。其实不见得有道理，所以我们开始会有争执，用的 MOK， 对不对？它是用描写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七个事件都是描写法，描写法里面，然后这个是我们 MOK。第二个事情，他跟弟兄你撞衫，这也存留着一个什么问题？他，然后你的评语是什么？很好笑，这是你的原语嘛，对不对？很好笑啊，他使用在很好笑的时候，里面蕴含什么东西？蕴含了什么东西？没有预期，不是没有预期，怎么会预期嘛？谁都不会故意讲好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是没有预期。然后呢？对了，对老师看法。是觉得老师程度那么低，怎么会穿这样？还是觉得你程度那么高，怎么会跟老师一样？因为丁秀女穿衣服是奢华风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们说，你看我现在有价值，看我有价值评论，对不对？我有价值评论。那袁老师是，袁老师是这个平民风、庶民风，对不对？随性风啊，这个。然后那个谁，汪老师是 elegant， 对不对？啊，很典雅，对不对？啊，看老师，对，所以我说那个的确是奢华风，那你就是奢华风吗？你看我开始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开始用的这个描写法，对不对？挖掘现象，对，我们不能做这个事情，不能做这个，所以你不能，因为谈这个事情啊，就会有争执嘛，就一定会有人不同意啊。可是它里面是有价值观，所以撞衫那件事情也是一个引号，对，我们放到挂号里面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记住那个事件一个一个分析，好吧？可以吗？好，第三组。